上。倒地闷。闷啊，不好听，就刚有点懵懵的。你们觉得吉他跟那个 vocal 会不和谐吗？吉他会很刺耳，会吗？好了，你们好吗？很好听吗？刚刚那首歌？这我们这今天不是来上，我们今天就感觉是刚睡醒的。好了，其实因为我们去员工旅游，我们大家都就是嘶吼啊，然后干嘛干嘛，所以大家声音都有点磁性。换你了吗？你好了吗？因为我想上厕所。然后那个12月31号过完，不是就是1月1号吗？然后那一天的演出团体也是算是蛮有名的。他们是蓝星乐团，有没有听过蓝星乐团？有。女主唱。女主唱是老啊。一月一号来看我们，打广告。还有什么歌？就，我想一下我要唱什么歌。你们有想要听谁的歌吗？嗯，好。就。我们今天就不要分台上跟台下。哎，有人想要上来唱歌吗？大家可以，今天不用自备乐器，我们可以。还有什么？我想一下哈。黄医师，不，阿顺来点歌好了。我就点了啊。我没有背歌词啊。有人会唱红豆吗？有没有人跟我一起唱？哎，我们今天没有营业哦，可是你可以一起唱，你是第二，你是第三个，我自动帮你报名了。那我不会唱的歌词，我可以了吗？可以啊。那就既然那就应观众要求唱红豆好了，红豆。走过荒芜的沙丘，啦啦啦。
可是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好了，谢谢。